宝冢剧团表演堆堆堆飘台位。你没有听错，这首真的是黄飞的堆堆堆。创团101年的日本宝冢剧团第二度受邀来台表演，今天开放总彩排，加入不少台湾味。只是改写成日文歌不够看，还唱台语讨好台湾粉丝。听得出来他背得很辛苦。他们这次将表演时间延长至200分钟，还加入浓浓台湾味，难怪8号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试场演出门票都已卖光光，进账约7000万元。停轨让赖受迪迪台风影响，8日落停班停课，将顺延至10日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